子熙的妈妈带着子熙去国外留学，说如果孩子喜欢国外的话，就留子熙在国外上学了。那你们父女不是？是，我有考虑过，去法院起诉，要回抚养权，但是我不想勉强孩子。所以借着暑假，让子熙跟他妈去国外看看。如果孩子真的喜欢的话，我也不反对。 可是，没有可是。如果子熙真的走了，我就成孤家寡人了。唉，不想这么多了。来，再陪我回。 房间收拾好了，要不要上去看看？我要回家了，打扰了。 唯一，哥哥，我写了一百遍对不起，我爱你，你原谅我吧。 我们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？我们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也不知道，柯阳。
我爱你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是我太想看到你成长了，太希望你能够成功了。可以了，我明天就去姐夫公司上班。这次离婚的事真的刺痛我了，我彻底明白梦想固然重要，可也得考虑现实啊。可以了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只顾着想我自己，我完全没有考虑你。可以了，我求你给我三年，我宋唯一一定会成功的。太长了，那两年我拼命努力。唯一，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再糊弄我了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成功。我这次一定会的。可莹，你看我表现，我现在姐夫公司稳定下来，然后再慢慢发展。你放心，可莹，你老公是金子，一定会发光的。我一定可以给你幸福。可莹，咱俩不是都和好了吗？你这是干嘛呀？唯一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这次回来只是答应看看你的表现，在我对你的考察还没有满意之前，我们还是分床睡吧。不，你要不要把我逼这么紧啊？你如果觉得我在逼你，那我就出去租房子住。哎，别，可怕浪费那钱呀。唯一，我们今天坐了一天的飞机，又吵了这么久，我真的很累。什么事儿我们明天再说吧。行，那要是你非要这样的话，我是啥？